然后我先带来这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歌，就是女人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，就会想要有一首歌曲。难得你会唱这么沧桑的歌，我本身有多沧桑吗？还好啦。好了，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，跟另外一首歌叫《山丘》，可是因为《山丘》，我觉得就是要有历练的男人唱比较好听，像我们老大唱过了。所以你是有历练的女人，你要唱。嘿嘿嘿嘿，好了，这样讲，有历练的人听起来就好像不是很好的样子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接下来带来一首这个比较有味道一点点。对，因为刚刚连续两首快歌，我就来这一首。亲爱的，你记住。
谢谢，你送这首歌曲给自己的歌。